原来宋智孝在 RM 中亲亲了这么多次。李光洙因留在石所吻智孝失败。宋智孝作为 RM 成员中的唯一女性，在这么一个动不动就玩亲亲游戏的节目组里，原来智孝被亲吻了这么多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周易男友 Gary 是次数最多的人生赢家。这是白雪公主特辑， Gary 就是智孝的王子。然而这个白雪公主不太善良，貌似已被诅咒。这也是智孝作为公主的特辑，被 Gary 突袭的吻，看智孝的表情。Gary 的吻获得了智孝公主的欢心，比 GD 的舞蹈更有效果。这是平冈公主与傻瓜问答游戏，在玩吃饼前游戏，当智孝把头斜起来时，当 Gary 捧住他的头的瞬间，任务结束，尴尬爆棚，饼前长度两厘米多。如果这不是在 RM 节目里也算的话，那么这就是第四次，是在 RM 嘉年华的粉丝见面会上，智孝突袭亲吻 Gary。 狗哥当时立马蹦出两米远，怎么周情侣都爱来突袭这一招。这只是不完全统计，或许还有亲吻的场景，只是小编也记不起了。这张图看上去好像情况朱和智孝真的在亲吻，为何如此小编也忘了。这期应该是在李光洙男扮女装的一期中，就在 Gary 突袭亲吻智孝后，李光洙也跟风想去亲吻智孝，智孝躲闪之时被留在时急忙拦下，光洙所吻失败。内容未完结，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